Hello，大家我是你们的陈老师。那么 CF 是最近更新的新的一个深化版本啊。我的话之前因为一直在上课，不是一直没空给大家读，然后今天给大家随便玩一下啊，也是希望陈老师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开心快乐。好，这个啊好。那么的话呢，这个我用的这个苍雷啊，苍雷好想跳上来是不是？来，想跳上来，随便选我就终结者啊。咱们给大家打个几局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模式平衡性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啊。好，我们直接射就行了，远距离帮队友作为支援啊。然后这边。啊，这个远距离平衡性做得不错。好，这个的话，哎呦，完了，咱们苍雷啊，这个子弹换一下，哎，这个有点难打，我感觉。看到了，出来。好的，出来，直接射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的话，等一下的，完了，我感觉我要凉，母体过来了，我感觉我要凉。我靠！好，行啊，他这边好，啊，我站在这边就行了，复仇女神的话，你可以选择火炮啊，重创感染体，你也可以选择，他不会子弹，他子弹应该是，无限的吧啊。好，我帮着队友，哎呀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呀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完了，哎呀，完了，哎，我怎么掉下来了？哎呀，这一个啊，这个好，第一局不算哈，第一局不算。我们选哪个？选变异宝贝好了，啊，变异宝贝好了啊。对，好，直接这个终极猎手啊，这个就是终极猎手这个样子还非常帅。刚才我自己失误了，我掉下来了，啊，这个是有点尴尬。好，第二局我们换把枪啊，他的话好，重创幽灵猎手，说明我是切到他了。好，隐身影像，只剩下最后一个。我们应该能赢他，没问题啊！哎，人在哪边？哦，在上面是吧？来看，来，重创幽灵猎手，来呀、啊！好，再割一刀，清到直接清刀划就行了。不行啊，我不能再被他割到了，再被他割到的话有点风险。来下来，好，在这边是吧？冷却隐身，好，哎呦，行，重刀，哎，等一下，他应该是跳在上面，等一下啊，好，这个非常难受啊！想想看啊，有机会，他开始玩这个喷泉了，还有40秒啊，有点会玩啊！哎呀，这个小伙子有点会玩，重创！哎呀，这都还干不掉，我至少割了他3刀啊！这个没有办法了，他这个直接是清刀乱砍，哎呀，这个是3打1啊！那么的话，等一下下一把的话，陈老师换把枪啊，他是这个生化模式是送了新的这个武器啊，哎，队友还有一个挂机的，完了，这个直接变成。好，完了，我们感觉这把要输啊！这个活生生被，当然有一个挂机的是难受啊。好，这把是输了啊，但是不要在这些细节啊，我们等一下再开第二把，能不能干掉他？说不定他就一丝血了。别慌！哎呀，没有办法，人类胜利啊！我们再打一把啊！这个模式还非常好玩。那么第二把的话，陈老师换个枪，我们换这个枪的话，咱们不去德云发索拉斯了啊，咱们去这个地方啊。好，这个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跳不上去了，等一下，算了，等一下，哎呦我的天哪，等一下这边变终结者就难受了呀，千万不要是我，哎呀，等一下，啊，无所谓了，随便跳哪边都行啊，反正找个点卡住就行了。啊，有人变成终结者了，在哪边？啊，等一下，不要来找我，不要来找我麻烦。好，这边咱们先跳上去，这波，等一下先跳上去，上面有人守啊，有人守就行，给我留个位置，走开。啊，行啊，谢谢啊！喂，人家隐身呢！喂，这你们没看出来吗？靠，这帮人真的是这么呆若木鸡的吗？这么呆的吗？啊的天！我一射击的话就会暴露我，但是没有办法。哎，复仇女神！哎呀，行啊，重创砍就5个，行。清刀砍就行了，怎么那么多？我靠！终极英雄现身，赶紧跑！哎，这里怎么那么多？重创感染体啊！他清刀一刀还割不死啊！赶紧跑！打你这个小木屐还是可以的啊！啊，咱们躲一下啊！他这个终极猎手好像是不能回血，我看一下。终极猎手不能回血，来，准备来呀、啊！我就等着你呢，开玩笑呢啊！但是我没血了，哎呦，母体，赶紧跑！啊，哎呦，完了，
哎呀，干掉两个还不错。那本期视频的话呢，暂时先给大家是做到这边了，好吧？那喜欢陈老师的视频，记得订阅。这个模式还是不是特别会玩哈，好吧？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